女士，有两位，我们介绍一下，一位是我们吴玲燕吴女士，实际上她是那个苏慧伦的妈妈。 Thank you.
学生之后呢，将来你们在面对所有的老师的时候，我希望你们都会从内心发出一些记忆，对这些你们敬重的老师跟他们好好的说声，老师你辛苦了，老师谢谢你。